真歹势，我真正不是故意的。大电视看阿妈坐，愈看愈离迷。小心弄着电飞条，像一个红菇粿。老师哈，对，老师，我你有唱过合唱团哦？有啊，台北爱乐合唱团。唱哪一种的？Boy, no, 声乐的吗？对，声乐的。弄一段，弄一段。啊，我说了，我说爱来比哟。哇塞！对，合唱团，参加合唱团，然后其实是正统的戏剧训练上来的吗？我没有，我是音乐系啊，音乐系，对，我是音乐系的，然后后来为什么走偏了呢？没有走偏啦，不小心踩到音乐剧。对啊，因为你有很多也演嘛，然后有制作一大堆，有那时候因为大学嘛，唱歌跟老师一起出去巡回嘛，然后老师成立了剧团，成立剧团就进去演，对，然后成立进去演，再唱合唱团。然后我老婆呢，她也是唱歌唱的，她进来唱，她唱声乐，然后后来有演想要演戏，声乐，对啊，她也是，她不是欧索嘞，她欧拉，公主彻夜未眠，来一段一杯，开始，公主现在，她先睡一下，睡一下，公主，我现在，所以文凯有很多的音乐剧的制作的经验，对啊，就是因为草创那时候2000年左右，台湾在刚开始做音乐剧嘛，哦，然后但是因为那个时候音乐剧大概在市场上可能一成两成左右，现在在市场上已经70-80%左右，真的一大堆，真的那时候我们很努力在做推广啦，那重点是这些演员哈一直进化。对，我是对，我们人类有进化论，我们台湾音乐剧进化成又美又帅，这样子，你买一根资深戏剧制作人，没有资深啊，是小朋友在玩起来的啦，啊，对对对，小学开始玩，不这春天里都会对不对？啊，恁囝四岁嘛，四岁，就是说，其实恁囝古早无听过春天里都会啦，没啦。但是现在一做这个，说每天被你洗脑。我儿子四岁，他在古早，想起春天，就是他一岁、二岁、2岁都没有听过啊。没有。其实我是真的因为这次制作才听的这首歌。对啊。所以你对这个歌其实没有什么感情嘛？对啊，没有，没有什么感情。但是听到以后，真的朗朗上口，就有感情。对。那没办法，我们就让泰雅族同学可以学一下台语啊。对啊，当然有机会，你们说啦，你们有我们多少的学习？刚才有放进去，弄一个你们说啦，你们有进去。他的里面的台语真的没有太难，而且很生活化。对对对，小朋友对记忆上，第一个是旋律，然后再是里面的一些物件。所以春天的歌，德维这个歌还可以吃个30年没有问题哦，没有问题。黄静雅跟他客气掉瓜哈。没有写入那个教育部里面去，经典台湾台语歌曲，就是我们过了20年我们再写企划，还是写经典台语儿歌，就没有第二首啦，以后模仿写出来都没拼不过啦，慢不够，所以这个资君哦，资君你跟 N 这么多戏剧了，没啦，我其实刚开始是歌剧演员啊，对，我是唱歌剧的。公主彻夜未眠。你歌剧要那个，对啊，要那个比较比较圆润啊，比较高亢的，那是流行歌啦，就是比较那球啦，啊那比较轻松一点唱。慧生好像唱歌也比较 Domingo。Domingo。对啊，比较圆，有练习啊，它圆润嘛。对，它圆润，比较圆润一点。你有当时也当啊，不要太就是。
在那陶醉啊，给啊，口啊口啊，给哎哎，就是比较轻松的哎哎哎哎，轻松点，如果压扁扁的，压扁扁的声音，他胸透啦，哦，很胸透，阿红的心声，阿红的心声，阿红。哎，就是比较对对，要不然太严肃，这个东西就没那么严肃，比较接地气啊，卡胸口，哎，卡触鼻桃味，触鼻桃味，夜市人生，人生夜市啦，人生夜市，你是写讲到咱大家的生活啦。去海边，石头。